首度以英国绅士风格亮相，三件事建立西装，白衬衫，红领带，颇有青天白玉红的意象。韩国瑜还以十个字点评自己的心仪亮点：男要帅一身轻，女要帅一身红。好，谢谢。而李佳芬则是穿上绿色雪纺纱礼服，趁着绣花胸前露出锁骨，展现性感。但在搭乘爱之船时，被海风吹到有点冷，韩国瑜一发现，赶紧贴心帮李佳芬穿上外套。不过李佳芬身上这套礼服颜色其实有特别挑过，很有政治 feel。 是有一个多元包容的概念在里面。对，设计师当时在设计的时候，他很希望这样子的概念在。是怎么样？一样的概念，就是他就颜色的蓝绿就混合这样。而接下来的国宾茶会，李佳芬还会换上另外一套礼服，从李佳芬到韩国瑜的穿搭，全是商请设计大学，以高雄港都意象来做设计，结合在地人才及文化，凸显高雄港都特色。记者高雄综合报道。